而且神灵合唱团的调调嘛，就有出来那种旋律哈，那也是让我们感觉说有一种祥和哦。所以，既要我们融入在这个道中的这个平台内，我们的内心里面随时哦，都里面有一个节奏哦，都是一种有祥和、有节奏的一种。那阿念，我们虽然在苦海里面，可是我们会走的慢慢。找出我们的路啊，找出我们的节奏。阿弟那音哦，阿火哈哦，乾隆古哈，刚才这里的光哦，阿南宫马一哈，不求收成，先煮一下水，阿弟见面。那么书单都一样的，都一见面的，给他火哈指导，最后购买的芯片给充满注意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感谢所有的慈悲，请到一公，公到一公，我们再次以掌声。